三十二式太极剑。三十二式太极剑是国家体委在1957年创办的太极剑教材，它取材于洋式太极剑，从中摘取了有代表性的32个动作，分作四组重新编排，每组8个动作，往返两个来回。它既保留了传统太极剑的风貌，又相反超展，突破了固有的程式，为集体教学的广大初学者随时入门提供了方便的条件。三十二式太极剑内容包括13种剑法，即是点剑、刺剑、手剑、待剑、披剑、抽剑、撩剑、拦剑、挂剑、指剑、拖剑、击剑、末剑，同时包括了弓步、虚步、弧步、独立步、并步、钉步、切弓步等7种步型，还有进、退、上、切、跟、跳、叉、并、摆、扣、连脚等11种步法，同埋转、旋、削、反等身法转换。由于佢嘅内容简练，路线清楚，剑法准确，动作规范，易学易记，可以单人练，亦都可以集体练，易于广泛推广。所以他很快就受到广大太极剑爱好者的欢迎。